Hello， 欢迎来到名人站，我是 Ellie 啊，又是我带大家看 Hermes 的世界到啦。没错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 Hermes 里面的 Constant。Hermes 除了 Birkin 和 Kelly 之外呢，它都有一个最经典啦有 H logo 的 Constant。如果你对 Boss Bag 有着无法言语的情意结，想必也都对这个低调大方的 Const Bag 一见难忘。无论你打算拥有它啦，定是只是遥远地观望，都对这个袋非常之有兴趣。Constant 这个袋诞生于1959年，设计师 Cathy Chinnett 的女儿诞生，咁啱就是这个袋的设计完成，所以嗰阵时佢就以佢初生女儿名字 Constant 嚟命名这个手袋啦。虽然 Constant 这个袋是设计于50年代尾，但是由于它看似朴素低调，其实一早就有很多明星都成为它的忠实粉丝，包括前美国夫人 Jackie Kennedy Nassis， 亦都包括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演员 Diana Kruger， 都是 Constant 的忠实粉丝。想了解更多的详情，就拿起你的手机加我的 WeChat 和 WhatsApp 啦，或者落到去门市找 Ellie 邓小姐。下次见，拜拜。